敖姜传奇。敖姜传奇，咱听遐尼济吼，姜女在滴敖姜，会使讲空度着青春一世人吼，就安尼伫迄个敖姜孤独寂寞甲老甲死，讲起来实在是足可怜，足使人同情啦吼。所以诗人的白居易吼，笔记伊用一句诗来表达着对风雨吼，也是讲嫔妃哦，也是遮姜女的同情啦，伊讲。三清宫女胭脂面，几个春来无泪痕。伊讲意思就是讲吼，你看这三清后宫哦，而且宫女大家都安尼，逐工穿水水，打扮水水，但是呢，大家都是拢干着目屎，拢有流过目屎痕迹。因为青春虚度，花开花谢，宫女的命运实在讲起来吼，足使人同情。古早皇帝是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威啦，伊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伊一个人根本都照顾不起，啊，伊阁会惊做乌龟，啊，所以才有这个太监的制度，要去做太监吼，都爱挂掉，哦，因为太监呢，就是下面没有了，哈，伊无可能跟皇帝爱妃来乱来啊，啊，伊无可能和皇帝来做乌龟啊，所以讲，哦。虽然是安尼讲来讲啦，但是吼、哦，其实嘛无法度断绝啦，讲完全无机会呢。伫咧历代皇帝中间，有哪有真济皇帝吼、哦、做过乌龟呢？比如讲汉兴帝吼、哦，就是其中的一个啦。汉兴帝就是娶赵飞燕甲赵合德因姊妹啊，这个皇帝。汉兴帝的时阵吼、哦，我捌讲过吼、哦，赵飞燕因为无生太子啊，啊，甲小妹赵合德因入后宫，同款未生。啊！伊为着地位，啊天偏偏人讲天不从人愿，啊两个姊妹啊拢总未生未孵，赵飞燕为着要孝顺，要生一个太子，所以就专门去找一挂吼熬生囝的文官武将吼，啊介遐文官武将吼，啊就偷来暗去安尼，啊因小妹吼、哦、就拢替阿姊来做暗号，结果吼、哦、同款未生啦。讲起来悲哀啦，所以无怪人咧讲有囝有囝命，啊无囝天注定啦。这种因为皇帝坐某坐妾，吼、哦，啊这种制度，啊大家若做皇帝爱妃，做着皇后，啊就一日干，拢安尼惊讲地位被占去，为着要巩固伊的地位，做成皇帝爱妃，吼、哦，啊甲人通奸，啊和皇帝来做乌龟，想起来吼、哦，我感觉讲介欢喜，吼、哦。爽真正吼、哦，会感觉讲足欢喜安尼吼，和皇帝做乌龟。另外，这种因为坐某制度引起的嫔妃中间啦，争风吃醋、勾心斗角、手段残忍吼，咱讲三国时代，为文帝某过风雨，甲另外一个风雨害死了后，迄、那个风雨要入关的时阵吼，伊雕工用迄头毛对面甲按起来。安尼讲，伊就袂当吼，搁再开嘴骂人啊。后来这个甄后吼，真正的甄呐、啊，这个叫做甄后啦，甄后一囝吼，为明帝来登基了后，知影因母后是去予过风后甲加害，啊入关用头毛吼甲砍面呐，所以伊怎啊要替因母后来报仇呐？伊以欺人之道治欺人之心，伊必须得过风后了后。在过风雨要入墓的时阵，同款用头毛甲砍面，互伊死了袂当开口。这款代志经常伫后宫发生，可见后宫可比罗生门啊，唔是你死便是我亡。为着地位，逐工都有悲剧伫咧发生，一切一切都是因为皇帝坐墓害死人。我再来补充一个晋惠帝风雨，叫做嘉南风。贾南风吼、哦，这个查某吼，会使讲是吼臭名万世啊！伊会使讲是一个心胸手毒，啊个有够会花洒洒洒洒花查某，唔知吼、哦，伊应该文武百官有偌济，你敢知啊？伊吼、哦、连生四个查某囝，偏偏啊未生查甫就未生，
啊，所以伊就客兄第二退，有生过查甫哦，伊就拢甲人斗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文武百官斗透透安尼，结果主界无惊命啦。啊，有一届吼、哦，晋惠帝甲一个宫女吼，煞大刀啊，哦，袂得啦，这个风火吼，总啊拿武士的兵器就对。迄底下咧过门，迄武术的兵器哦，像签啊迄种安尼吼，当场怎啊突破到迄个姜飞的腹肚，把囡仔毒死伫个腹肚内啦。所以女人的残忍、嫉妒心实在令人可怕。以上敖姜传奇就参啊制作，感谢收听。